我们在吃醋啊！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哇，你有随口问问，你真的喜欢他？那是以前的事了。那他有没有喜欢你？应该没有吧。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单恋。 Oh my god， 那更惨。 之前说飞机时刻表是不是跟他有关？我就知道，罗成凯，你这个哪有人这样子的？ 只喜欢你，我现在就只喜欢你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到底在担心什么？不是，上一句。我现在只喜欢你。再说一次。我现在只喜欢你。 再说一次，为什么？我把它录起来，当每天早上的 morning call， 叫我起床。苏小心，我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。 这个我可以拿给乐言听吗？ 哇，你真的是随便，你爱给谁听就给谁听，我敢说敢当，无所谓。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很依赖你，可以这么说，但仅止于工作上。我答应过乐言，要帮他处理拉菲兹的事情。真的哦。 只限于工作上，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。